那接着这场医生的有请到云伟来帮我们介绍我们的 Shareskin Facebook Story， 那欢迎云伟。谢谢大家。谢谢吗？大家没有，我想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因为看到 Facebook 的名字啦，然后觉得 Facebook 好像写了很厉害的东西，但其实个人感觉是没有啦，这没什么。对，因为就是 我也是，我一开始是抱持着 Facebook 可能会写很厉害的东西，但其实有一些优化，其实就是教科书上可能十年二十年。对。那因为我没有准备 Foley 的话，那我就用口头讲。就是 Foley 它是Facebook 开发的一个 STL 的替代包，就是常见的那个 Vector 啊，或者 String， 然后就是它都有一个 Facebook 的版本。那我要讲，接下来会讲的是，第一个是讲 Facebook 的 Vector， 就是讲它的 Vector 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优化。然后接下来会讲 FB 的 String， 就是他们针对 FB 的 String 的优化。然后啊，等下讲 FB String 还是什么？然后讲接下来是 FB Vector， 那大家写 C 加加的应该就是非常常用那个 Vector， 这个应该不用，会来听的人应该就不用多讲。对，然后其实那个就是平常我们知道 SDL， 不管你是用那个 GCC 的，还是用那个LBN 他们家提供的 SDL， 那它的 Vector 其实有一些地方是还可以改进的，那所以那个 Facebook 他们才自己在做一套。那第一个可以改进的叫 Wall Factor， 那大家都，那应该都知道，就是 Vector 我们在 Push Back 的时候，如果说那个空间不够的话，那它会就是指数倍的成长。然后就是这样做有个好处，就是说，我们成长的这个 Factor， 就是它会将你的 size 乘以一个常数，然后变成是你的新的 size。那就是演算法课本上面的什么，平均分析的地方，他就会跟你讲说，就是平均下来就是这样子的 vector， 然后它的那个时间只要 O1 就可以，就是你每次 push back 的时间，虽然说你有增长你的 array， 然后你的 array 增长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但平摊下来可能只要 O1 就可以。那接下来就是选择这个 concert 的问题，因为记得之前那个跟那个 Freedom 长辈在聊天的时候，就有提到说，就是那个 concert 的怎么选，其实，在论文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很关键的，但是有的时候论文里面他也不会跟你讲，他就直接将那个 concert 写出来。然后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 Wall Factor 太小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是每次就是 array 都增长一点点，增长一点点，那就会变成说会有很多的那个 cost 增长的 cost 在里面。那如果说你的这个 cost factor 太大的话，那它可能会常数就是需要的 memory 会比你想象，就是你可能 allocate 了一堆，但是其实你到最后都没有用到。那这对 system 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方案。那一开始实做 STL 这个 step number 对，然后就是因为 STL 一开始是 HP 的，就是一位工程师制作的，那还是用乘以二去当那个 Cost Factor。那其实二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等一下会介绍说为什么二并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是至少 Foley 比赛它是这么显示的，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一开始的 size 是一，然后我如果我下一个增长的倍数乘二的话，那它会变成二。那在下一个增长倍数会是变成四，那下一个增长倍数会是变成八。那这样子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在 allocate 八的时候，其实我没办法 use 前面的那个空间。那另外一个 case 是 Foley 他选择用 1.5 这个倍数，那可以看到说，我今天如果我 locate 1
这个 size， 然后我下一个倍数是2，然后再下一个倍数变成3，那3之后再变成5，那前面已经 allocate 的空间，那它就其实就有6。那我在 allocate 5的时候，我就其实可以，就理论上来说，我就可以使用到，就是我的 beta， 我的 allocator 它就可以使用到，就是前面的空间，那就不用每次都是一直在 allocate 一块新的 space， 因为就是 beta 它可能在 allocate 的时候，它会把你已经 allocate 要废掉的空间就是收集起来，就不用再跟 sys 一样。那接下来是看说。那在 source code 里面，这个是计算说它每一次你的增长，就是你的 size 增长 size 需要多少。那可以看到上面这个部分，就是 if capacity 等于零的部分，就是说一开始如果说你没有给它指定的 size， 或是指定 size 一的话，就是在 SQL 里面，就是它会用一，就是它就只会给你。但是 Poly 在这边，它有做一个小小的优化，就是说我每次 create a vector， 就如果说小于64的话，就是它就会帮你调，就是它会帮你调到64。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这边是他说的 heuris， 它里面它的文件说的 heuris， 就是说太小的或是太大的时候，其实乘以2还是比较好。那这个可能是他们。其实做实验做出来的，然后最后这边乘以 1.5， 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部分，就是刚刚乘以 1.5 的部分，就是在某个 range， 然后跟后面这个 range， 它中间它就会乘以 1.5。 那这个是还蛮有趣的，就是调波 spec 的。两个小问题，就是第一是，所以他还是用 JEMailOck， 对，他用 JEMailOck。然后第二个是，你说他是实验调出来，他有讲他的所用的 workflow 啊，或 dataset 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他就只说那个是 heuristic， 对，他没有再多讲。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常见的优化，去年有讲那个 LBN 的 Small Maker 也有做类似的东西，就是，所以他说 initialization 的时候，他会看你的那个 input 的 data type 是不是可以变点成零，然后就如果说你的 input 的 data type 可以被点成零的话，它就 memory set， 那一般基本上 system 的 memory set 都被调的话，那如果说跟下面比起来，就是说，如果说它没有调这个，如果说它是不能被填零的话，那可以看到说它就会 traverse 每个 element， 然后对每个 element 的做，就是呼叫它的跑的部分。那相对来说，因为这个跑一个很烂的 for loop， 那就会很没有效率。然后这边再注意一下，这边有一个 IAII 的 gap， 那就是说今天。Vector 它里面才会选，它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在 call 每一个 type 的 constructor 的时候，就是这个 constructor 里面可能会 throw exception， 就是你可能 constructor 到一半的时候，然后某个 constructor 它又一个 exception 出来，那你前面已经 allocate 好的，就是 constructor 好的那个data， 那它基本上它全部要被丢弃，因为它可能 controller 里面又去呼叫了 mailock 之类的。那如果说你在 initialize 到一半的时候，你没有失败了，但是你没有把前面的你 controller 好的 data 全部丢掉的话，那可能就会有 memory 的问题。那所以它这边有把一个那个 gap， 就是说，那如果说真的好死不死被 exception 丢出来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回溯。那这个是作为vector 还蛮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有大家有看那个 FATMC++ 或者 FATMSTL 之类的，那还有那个 Instructional++， 那他就会跟你讲说 vector 其实它的实作，然后为了 instruction 的 safety， 其实还花蛮多功夫的，就是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今天没有讨论这部分，因为书上就有写。然后另外讲的是一下确诊，就是说他前面有看到说这边有一个 fully initializable value， 就是他就看到说你的这个 T 这个 data type 是不是可以被填满。那使用方式呢，就是像上面白色这张图里面的 code， 就是你要写一个 thread 的 structure， 然后告诉他说这边是 relocatable 当例子，就是你的这个 way 选择它到底是 relocatable 它或是 initialization 之类的。那下面这段 code 是它在判断 zero initializer 在 zero 比实 zero initializer 的时候的 condition。那第一个它会看你说你有没有去device 像这样子一个 thread， 然后如果说有 device 这个 thread 的话，那它就会去判断说你这边给它的这个 type 是 true 还是 false。那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直接用 SDL 的 is 去帮你判断说，如果是 case， 它 default 就当你是不能 zero initialize 这样子。那因为其实还蛮多机会，其实你的 case 你虽然是写一个 structure 或是 case， 但还是有机会是可以 zero initialize 的时候，就是写上面的这段 code， 就是注入到它的这个 namespace 里加入。然后前面 macro 有点丑。没关系，那先跳过好了，因为这个没有很重要，这个基本上确诊时间都差不多。然后接下来是讲那个 HB string 的部分，那大家对 vector 还有什么问题？好，因为看刚才我们推的叫什么，它其实就没有资源，比如说国外的不同的那个还有那个资源。还有可以。资源不同了，这不是写死，这不是写死，就是 allocate 还是？对，它也可以，对，这个是有保留的，就它基本上就是做到 compatible。因为如果有失败的话，它真正实在没有失败的话，其实基本上要求。他们说这边吗？我那个。可能因为Operator的行为，就是他会多有一个小坏机，就是输的多一点。做 Operator 是 Malloc 吗 ？Malloc 对。Malloc 前面会塞一些东西。对，那其实都是这种东西。对，但它这个 size 它是用，它几个意思啊？它几个用的超多。但是它这个是它的 element 的 size， 没有去管这个 Malloc。所以如果配零跟配零好，那你就碎掉，就不会。他没有处理的，不考虑配零。对，他没有考虑配零，他没有考虑到那么细。这些包括很多的配零，他不乐意的。因为其实他改这样，因为他们讲理由，因为其实这个是很方便，就是这个比较好，就是台湾方便，应该是这个，他的控制。有64吗？对。Cashman 吧。啊 ，Cashman 嘛，为了 Cashman， 对，因为你但是，就有的时候，就是你要买别的，就要去改 code， 就是猜啊，你没办法依赖隐私啊，是，对，就是你的 source code 可能就是有些地方，就是你要改成有点隐私，你要花很多时间，对之类的。那现在就讲一下 FB string， 然后 FB string 我看了，我是觉得还蛮 A， 它的实作完全就是，反正有一本 C 加加 ，Ten 讲 Template Programming， 然后是比较早期，2000年、2003年的时候，有个叫 Loki 的那一本，还 OK 啊，大家不好意思，Modern C 加加。Modern C 加加比赛，对那本书 ，FB string 跟那本书我看起来就差不多，大家可以讲一下。对，那 FB string 都是 Job Engine
就是要替换 STD stream， 然后他就是有做 MobiAdvisor Roman stream， 然后他有做那个 SSO， 就是 Small Size Application， 然后他有做 JEmail Application 的东西。然后他另外有说他的 Find 时候用 Firefox Application， 那这个 Application 部分我没有细看。然后他是号称说就是比 SQL Find 可以快30。然后另外是它可以转成那个 S D string，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strategy 最主要就是这个分散部分，就是如果说它小于23个 query 的时候呢，那它就是不用 memory allocation， 那就是都在 stack 上面。然后 main D S tree 的时候呢，就是用 main hug， 但是它是 copy 一个。然后看到那如果是 large string 呢，那就是一样是用 main hug 出来的 memory。然后，但是是 copy lazy， 那这基本上就是教科书的实作，对。不，我之前跟你讲那个数字的时候，就是像这个，为什么是二三二四？哦，他这个就没有讲啊，就我真的看不懂为什么是二三二四。24加上8/8就是32。他可能加了这个吧？嗯，会不会？他没讲，他可能就是考虑，比如说没那个。没有，因为他是克雷斯啊，因为他自己一样，两边要黑的、啊。嗯。对，就是他。哎，我就是君自己有自己的黑的。啊。对。哈哈哈哈哈。自己在输了。看到吗？哦，就是他们长掉自己。我也忘了，我。哦，他们是统计出来的结果。有，好像是啊，可以去看一下。哦。哦。因为我看 source code 的，他就没有。还有黑幕，就有关系。啊。他的自己也黑的是8/8，然后加上出了两个数字，12/3哦。不过他们要有人统计，我不太确定啊，就是快去确认一下。我忘记，他有个名号。哦。可以确认。反正收到的那个触觉很神奇。他只说的是这样，是这样设定。不过就是魔鬼出在场数里。设计 CPU 也是嘛，现在 EQ 要开多少，那都是大家研究很久出来的。对啊，如果说有读过 Modern C 加加 Design， 那基本上对这个东西应该就差不多了。是看不到。还有时间吗？然后就是这个有个 median log， 那它是当那个就是当 median 或是 large 的时候，就是用这个 data structure， 是用这个 data structure。就是12/8/8。我在看的时候也。因为其实这个算不起，算的时候都不行。你试一试。不是，这是800，后面的是八。哎，83/24，对啊，24，对。好，然后上面是那个 category， 就是他会把那个看它是 small 还是 medium 还是 large， 把它放在 array 的，放在 array 的最后面。哦，那上面就是他用的那个 concept。OK， median 的话就是第二，第二，然后大局的话就是那个 median state。他这个23/8如果是因为下面的因素，他因为上面那个 structure 是设失败的，然后那个 median 是跟小的那个 buffer 是一起，small 那个。也有可能，然后就算成23/50。真的不知道吗？有各种说法。这个就是看，就是将，看它的 convention， 就是说它是那个，
可以先看下面 set， 就是说它 set 的 capacity， 就是说 set 它的 size， 然后还有它的 category， 然后就是如果刚刚说如果是Intel Appian 的话，就是 cap， 就是它这个就是它的那个零啊零零一二的地方，然后再把这个 capacity 存过去的两个，然后 orge 把它这样把那个 size 存起来。其实这个应该不会，然后 capacity 就是把它取出来的。然后这个是取那个 small size 的部分，就是你的就是你在 small size 的 case 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把它的就是它的 size 那个 size 那个 value 取出来。然后可以刚刚说就是 set small size 的时候，它我首先会看说你是 Intel AD 还是 Intel AD， 然后 small 用 make size make small size， 就是它是放在它的算法是 less charge 除以 size of charge， 然后 less charge 是 size of medium large 结果，就是它的那个 union 的最后那一个。那个 size 的，那个 value 的话，重要的是对。然后就是它就会将那个 max size， 然后再减掉你的，对，它是会把它减掉你的那个你的 s， 然后再把它去除。然后这边是可以看到说。它是反过来，它其实有点是反过来存的，就是它存的是剩下可以多少 small 的 size， 然后把它存在就是 small 的 size 里面。然后因为它只有24嘛，所以基本上不会用到太多的币。然后另外讲的是就是它的 reference counting 的这个 object 是怎么使用的，就是。那 reference counting 就是因为它要怎么做，就是要减少 copy 的次数。那在 copy 的时候，它不是用 double copy，double copy 指就是说它把你的资料全部复制一份，然后它会是指复制你的 reference counting 的 pointer， 然后将你的 reference counting 加一。然后这个是 copy large string 的时候，就是它就把你的。就是你的那个 reference counting， 它觉得存起来，然后将那个 reference 加一，就这样。那这样 copy 的时候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你要写它的，你要把它 value override 掉的时候，那这边是 operator， 就是那个 index 的 operator， 然后一定它这边会到 mutable data， 然后 mutable data 它会看你的 category。然后再用 mutable data large， 然后 mutable data large 里面，然后他就会看说你是不是你现在这份的 reference 这份资料是不是被大家 share， 如果是 share 的话，那因为你要 write 了，那你就要 unshare。然后 unshare 的部分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会再 copy 一份，就是他会再 create 一个新的那个 reference counting object， 然后下面做 POD copy， 然后再 set up 它的那个 reference point， 再 set up 它的那个 counting 的那个 counter。 那其实就是这个，我记得 Nokia 还是什么，应该就是完全是类似的使用，这样子，就是因为也只有这样可以，也只有，对啊，就是没有了。很多 string 的 optimization 应该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对 string 有很多问题。有没有他在 resize 的时候，比如说你的 string 本来是 large， 然后他去 set 成 small 的时候，他会把你的那些 union 全部改成 small size？ 就 union 把它改。就是你跟这 string 可能存了一个超大的 string， 但是可能做一些操作 modify 之后，它变成一个落到 small 的范围，他会把它整个最后最后改写成 small 跟 large 还是 large？好，谢谢。
这个网友名，这个网友名要注意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讨论。好，谢谢大家。